最近，河南郑州雨华实验学校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考试，教务主任监考，学科老师和学生同考一张卷。教务主任说，这种考试有助于学科老师针对性教学，提高学生成绩。参加考试的老师们纷纷表示，考试时和学生一样会紧张，也会有压力。学生们说，很喜欢这种考试方式，很想看看自己和老师到底谁的成绩更高一些。老师可别马虎，学生要加油。